来来来，开打开打，这把来打一个十五比戒，冲啊冲啊，坦克！皇上殿子，把他们交出来，不然你会后悔的，非常后悔。让你把他们送进冤侯吗？不不不，不萨拉，他们是我的族人，我绝不会抛弃他。哼，皇上殿子总是太小心眼了。你们到此为止了。然后，言不止。就能得偿所望。等等，英雄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来帮忙老朋友皇萨姆帝的。穆萨拉让我处于下还没准备好。同几个我的兄弟伙伴身上收集魔晶，然后我们同行。我会继续扰乱这个模样。去吧，照我说的。你没有拒绝的选择。放心。啊，小弟死了！
这罗亚你可能还记得，阿卡的仪式需要很多魔晶，然后国王萨姆蒂很乐意进行交易。你为什么要那样看我？没错，哈卡是你的模样。要求你一说，快把魔晶带回来给我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没装到。
这家伙，你让他付出了代价，但是他早晚都会回来，坏挪亚是不会就此罢休的。我要那些灵魂不往萨姆地，阿斯塔哈和所有赞达拉人都是我的。他做鬼不是明智的决定。你忘记了身为罗亚的职责，背弃了。这鸟笛爆肝强啊！对，我一定，我的点燃都还没跳完整哦，都完就死了，哇！我整个就尴尬，对，我爆发的跟打完 ，BOSS 就死了。比方说那两个疯狂。224不广非他224，真的。这次不开，这次不用开。对，这次不用开，这次不用开，这次开了没用。哈哈哈看那个真的是很恶心，那个我快死了，我要后跳。对，直接吃好吃嘛。
天悲吧，谁来了？那个生锈的老伯牙这么快就派人来讨债了，但是我还来不及拿他的魔晶来创造我的杰作呢。等等，你汉伯那不是一个交易？是我学习的力量。就是真爱吗？真是太……别忘了是谁让你成为罗雅的魔葬地，快把那些灵魂交出来，臣服于你的主人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但是我还记得，我记得族人是怎么离你而去，那些献祭，那些鲜血，他们打算……我不需要追随者，只要有言语之主给我的力量就够了。
会被遗忘的人是你，波桑蒂。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萨姆蒂不止在艾泽拉斯上做教，众戒者总是在寻找，各式各样。这家伙不会想把魔晶还，小心，他会耍花招。
很大的代价，这应该会很有。别走开！这样运动，尽管反对去，我就会放弃。就会放弃。
那些中介者好像有什么阴谋，你最好盯着他们。快点带着我的魔晶回来。王萨姆蒂，你的这些小家伙认为他们能帮你，你对上我会有胜算吗？都是因为穆萨拉黑尔雅才会加入言语之主，才能换得老欧丁的眼睛，还用低语把女妖推上大酋长的位置。你以为自己赢了吗，老大？也许你潜伏在来吧，英雄们，带回我的魔晶，帮我解决这个老罗呀！放心，你的生命是我的，我解决你。如此渺小，如此虚弱，听我号令。暗影会解决你，渺小，如此虚弱，你的生命是我的，听我号令，你最好快一点。不用担心这代价，愚蠢的凡人，我是真正的死亡之神。看我来了。小心点，安眠之父。改变了，老兄，凡人一直都没有你想象的脆弱，他们有强大的潜力，用不着担心。好，这把刀子，谢谢大家。你有大把。